不幽默。大家看了吗？我的身后就是机场啊！今天呢，我准备带他俩坐一次飞机啊，这是他俩人生中第一次飞行啊，记录一下。不错的 ，Matthias。Today, Mimi, we will take plane. 太好了。too much fun, fly. Nova Lady. 以前我们去爬雪山的时候，上面特别高啊，冻得木头都不行啊。Take plane, Sava. We will first time to take plane.对，你还对，哎，去麻雀麻雀啊，你看看，要上飞机了，要坐飞机了，都打上电话了啊，上飞机前打个电话，也不知道给谁打的，一会儿问问他俩啊。不知道，微微考虑妮妮，考虑，No. 不灵 ，too much safe。害怕，母兔都害怕了啊、哦！老看新闻看着，马铁怎么还打着呢？完了！明明不来。他说他给他村的人打个电话呀，说一说他要坐飞机了。他们那个村落啊，第一个坐飞机的他是啊。那完了吧？马上进去了。啊，现在拍个照啊，你看。这是当地的还一个机场啊，走之前必须得拍个照，留个纪念。呵呵。你看。啊，很好很好。走走。Are you afraid? 嗯，你看。哈哈哈哈哈哈。Too much。因为我们坐飞机啊，他俩带着这个刀不行啊，得托运啊，得放包里啊。坐船也得托运，坐飞机也得托运啊。要不然人家都带着这个弦太危险了啊，对，都得摘下来，把这个刀剑的都托运了。紧张啊！哎呦我操！我的狗嘞，最我的。他说不坐飞机坐船吧，不灵啥吧啊，不灵啥吧，你看看母兔。行了，别抖了。木豆豆，没事，没事。我第一次坐飞机的时候也是既紧张又激动啊，适应就好了啊。木豆豆说他上了飞机以后要拍个照，那马赛人看了都一看，哇，好牛逼啊，他是大老板。现在不紧张了啊，好点了，安慰了好一会儿了。现在我们进来准备安检了啊，现在在这儿办理托运行李了啊，bag， 八斗普丁黑啊，第一次来得带着他俩，我豆豆上，我看你胖了没？哎呦我靠，看他多少斤啊，83.5啊，167斤啊，瘦了，1170多斤，马铁子上。好，马铁子轻啊，马铁子76.5，77斤啊，154斤，可以。对，我们就做这个啊，我做的吗？太小了哈，你看这飞机。怎么了？哎呦！你看，在这儿拍上照了啊！母子弟，兴奋了啊！在外面的话是紧张，进来以后就是兴奋了。检票了啊！上飞机了啊！Thank you。走了，直接步行啊！哦，上车啊，上中巴。不是，Mimi will sit this one, take plane。妈的，母兔兔说坐这个回去吗？我们坐这个机场巴士啊。他们说坐这个大的啊，我们坐这个大型的飞机啊。来 take a picture 给你们俩留个纪念啊，第一次坐啊。哇塞，这飞机这也有点小啊，这飞机啊。你看这都忙着拍照了，在这儿走吧。哎 ，ticket 呢？上面有座位号啊。Maybe ticket seat this number。
We will sit this。走走走，进到里面来了，找自己的座位啊。嗯，对 ，sim sim card， 系上。对对对。啊，啥完了？哎呦我操，牛逼呀 ！Big big。这坦桑的空姐不一般，这个头都快碰到顶了，真高啊！马铁斯也在这儿系上安全带啊，大压力。这个飞机上啊，就是随便坐，根本就不按座位号来啊，随便坐啊，太随意了。能上蹦，坐一两个练不得的。哦，就这个飞机，他就说这个飞机就是上次掉湖里那个。你看马铁斯起飞之前一直打电话，这是打电话要干啥呀？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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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出发了出发了。我操，撸啥哇？我操，我操，走了走了，提速了提速了提速了。慢点慢点。马修马修马修，马上起飞了。哇哇，我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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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看还是人家马铁斯行啊，还在那拍照呢，忙着看看看看风景。哎呦我操，牛吧牛吧，我操我操，拐弯了拐弯了。你看，赶紧抓住了啊，赶紧抓住了，没事，撒网撒网。他说我操，牛逼了，牛逼，从来没那么牛。不慌张了，他说。好了，现在没有了。黑也没有了。现在不紧张了啊，起飞了就好了。这叫什么？耶，达利萨拉姆。哇，巴斯巴斯。我豆豆说好快啊，这下面就是达利萨拉姆了。这个，我背，我背。哈哈哈哈哈！我都外面那是云 cloud， 他说打开窗户吃糖了。看这聚精会神看的多入迷呀、啊！你看一下降的时候，我头都赶紧抓住了。我们快到了啊，马上到了，飞行时间就20分钟啊。哈哈哈哈哈！降落了，降落了！哇塞！妮妮，不，撒网撒网啊！哇塞！怎么了？你看人家马铁斯久经沙场，这母兔就这个年轻啊，到了到了，到家了到家了。哎呀，终于下飞机了啊！你看那儿又自拍上了，快上车了，坐摆渡车。母兔兔也下来了，母兔兔给母兔兔吓坏了，坐了个飞机啊！你看这儿，吓坏了啊！最后再感谢一下这架飞机啊，把我们安全送到。